帮我们来测试这台棉花糖 Ultra 这一台车。这个这一次这台车是用透过礼包啊，所以是有机率直接开出来了。里面是有车子，还有这个车牌，蛮帅的这个气球啊，还有这个胎痕之类的，可以抽抽看。先十个抽看看，哎，哦，什么都没有，开了一个空。哎，玩到什么？再开再开。哎，哦，二十抽抽一个车牌，好像有机会哦。再来，再来，哇，四十抽干枯了。66抽，多买6个没关系。我们刚花了40个，我们现在还有66抽，先开6抽好了。算算，先开再开10抽。50抽，空的。60来个车车，好像没有那么容易耶。70敢不敢？不行。80，我80就抽到。7天。开心太早，80抽几天啊，抽心酸到哭啊！开再开，90没了，到底100抽能不能抽到啊？什么都没有，丢水沟了吗？106，哇，没了，直接。什么都没有，126抽，还是中7天，136没有，真的不好中，再140哦，没有，哎，好难中哦，156抽中156，所以还可以啦，还可以啦，156抽是不是？可以，这花电池只花了1600哎，还不到2000呢。我真正花电池只花1600，因为它这里不是有累计消耗吗？40抽是送的，然后150嘛，所以我大概花1600多。好，来看一下，撞一下那个。它这台车是没有特殊能力的，但它的性能看起来是 OK 的，280了，哇、哦，这个直线可以哦，280.6哦，可以哦。手感很不错，我很喜欢这种手感，超舒适的。很容易就上手。单喷，走，再单喷，你看这氮气长度快跟转盘车差不多、啊，超长的、欸。啊，这个弯好像没有贴好，主要是氮气好长哦、啊，48.6哎，呜、哦。可以哦，哇，甩慢，感觉跑细一点35多没问题，这样跑36。我感觉再跑顺一点的话，35多应该是有机会了。哇，魔王的邀请呢、欸？我靠！
这个不是路虎玩那个漂移应该要出的地图吗？我记得这边接刹车甩了。真的好开欸，这台车像那种骑弯多的土，感觉过得就蛮顺的啊。爆掉，这不能夸啊，这台车一夸就倒。哇，你家松没有下来再甩，应该下来再甩一次了。这角度好像不是很好。但是好像太多，哦呦，好像是内内甩吧，对不对？内内甩，呜，给你接个刹车甩，这可以接吗？好像没有比较快，各种刹车甩练一下。没错，一夸就烂尾。这一张应该知道漂移会出啦，一定会出的。魔王的邀请，魔王的邀请是墓园系列最经典的一张啊。这样会爆哎、欸，这样会爆、喔。这好像接刹车甩，没有熬好。太神奇了，竟然没有版本错乱！哇，天哪！大家只要小兄弟跑吧。有了，有了。进入我们无限加速模式了。甩，甩，再甩！哎，为什么甩那么烂？算了，不太会跑这一张，我也不太会跑手游的。啊啊啊啊啊！哦哦哦！我以为我要下去了，吓我一跳。欧力嘎仔，哎、欸，这里是双甩吗？对对对，双甩，然后贴这个弯 ，OK。上次是不是说可以接刹车甩啊？哦，我记得我上次好像我说可以接，测试一下，果然可以啊。
哇，吓死我！也是双船，再拉，再拖，还没有那个、哦，哎、哦、有了有了，感觉好像可以走最里面，哎呦还好没有走最里面，他开门了，有有。是没事 ，OK。好车，好车。还是没满啊！我难过了，甩不满啊！我的天，你在干嘛？哦呦，撞到他断胎了，吓我一跳。那种吸地了，超越开了是吧？这么早开，这家伙这么狠啊，还在那边停车，还要我躲过。没问题。啊，我刚刚第一圈那个跑太烂，一点气都没有。哎呦，又按到。